只是一種運動那麼簡單，是可以鍛鍊你的精神和令到你的鬥志更加旺盛。因為你要去面對很多困難，你要去面對一些你做不到的動作，你要去面對敵人。 Wilson 陳志忠14岁开始练中外周家拳，亦曾习咏春和泰拳。即系嚟到今时今日，我好想追求适合我自己嘅一种格斗模式，所以我学好多种唔同嘅类型嘅功夫，同埋我好想好似一种研究嘅心态咧，去揾一种更创新、更实际、更有用嘅一啲格斗方式咯。阿 Ken 罗浩明14岁开始习武，先后学过西洋拳、泰拳、巴西柔术、跆拳、MMA 综合格斗等等。多年嚟，阿 Ken 只选学西方武术，从来未认真追求过中国功夫。细个人唔中意杂啊，唔中意打一啲好重复嘅套路啊。咁直至到而家，反而觉得中国功夫其实又好睇又实用。咁我就开始想接触中国功夫。我觉得螳螂拳首先就好靓啲动作。佢有好多百打百不打啊！呢啲冇規矩性實戰嘅 element 喺入邊，學咗之後咧，對你自身嘅攻擊能力會提高。李家8岁學新派武術，12岁開始習傳統功夫，學過嘅中外武術種類多不勝數，其中包括南派同埋北派嘅螳螂拳。我相信每個門派都有自己嘅特長，有自己嘅專長。咁我就喺各派入面揾一啲適合我嘅招式。北螳螂我知道佢哋都有一啲獨特嘅勁力，好似六合螳螂啊、太極梅花啊，佢哋每一派都有自己獨特嘅一種勁力喺度。咁我最想嘅就係去，唔好話學到啊，起碼去接觸下、了解下、認識下。3位年青武者因着不約而同對螳螂拳嘅興趣，各自展開了一段武學之旅。 Wilson 追尋南派螳螂，而李家和 Ken 就遠赴北螳螂拳的發源地山東，尋找地道北派螳螂。從李家身上， Wilson 將會第一次感受到螳螂拳的技擊威力。冇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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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開頭我諗住用比較南派少少嘅打法，即係你個手咧喺度。等 Wilson 一埋嘅時候咧，我嘗試用嗰種風殺啊，然之後入，唔知係咪咏春嘅關係。你手中線守得好好，多謝佢。我覺得啲手法好快同埋好密咯，因為平時嗰啲一般嘅拳擊咧，其實佢哋都係直拳啊、勾拳啊。咁但係正話同阿膠姐玩嘅時候咧，佢會有好多角度，即係例如下面打啊、上面冚落嚟，即係要好小心。如果唔係就會賴嘢嘅會。試手之後 ，Wilson 為咗進一步了解北螳螂拳，佢嚟到浙江橫店拜訪，既係影視製作人，亦係太極螳螂拳第九代傳人嘅徐小明導演。喺8年嘅電影歷史之中，如實將北螳螂拳搬上銀幕嘅例子並唔多。除咗有石堅叔喺黃飛鴻電影中經常使出螳螂拳之外，近年嘅例子就係徐導嘅作品《奪標》。其實北方螳螂拳咧，佢係好符合電影嘅需求，因為電影方面咧就肯定需要嗰個動作啊，第一架式要好特別。我哋希望嗰個動作一定咧快、準、奇、清，喺個畫面睇有個速度係最靚嘅。每一招打完個亮相咧，無論佢嘅螳螂標手啊，或者其他嘅手擺出嚟咧，佢個動作都好特別嘅，有種藝術嘅瀟灑。螳螂拳嘅特色就係手成三彎，一個彎、兩個彎、三個彎啊，肩膀、手踭、手腕啊。所以佢嘅力咧，全部係講
一個叫甩勁，即係話佢打呢個拳出去都好啦。你睇佢個腳力咧，佢三個彎成一個力度，佢唔會話出個直拳就直拳嘅。攻擊嘅時間嗰個身咧係昂起嘅，所以佢嘅進同退咧，佢比一般都會快。咁但係人得兩隻腳，我點能快呢？所以其實螳螂拳咧，佢最重要嘅步伐其實係模仿馬騮嘅，所以上取螳螂爪，下走靈猴步。阿 Jamil 打嗰個咧，佢純粹係一個練習嘅拳術，所以個開合好大。一個練習嘅功夫就練你嘅速度、體能，所以你嘅運動量越大就越好。咁但喺實踐方面咧，你絕對唔會太多呢啲花巧啊咁多嘢噶啦。你拳到打我，眼已經到啦。嗯，好快。即係你睇到佢，你以為佢係一個靚，其實佢實用。北螳螂咧，佢有一個特色咧，就係進佢會打，就算退佢都打，係一種好進取嘅武術嚟。以前就完全唔知係點樣啊，淨係見到電視機佢哋會擺呢一啲咁嘅手勢出嚟。咁究竟之後埋身係點咧？咁啊，從來都未見過。咁今次睇完小明哥都令我大開眼界。有時自己會諗啊，究竟會唔會呢個世界上面有一啲氣功咧，係好似武俠小説入邊咁樣講，練完之後咧個功力會倍增。咁直至到前排咧，我無意中咧喺揾北螳螂嘅過程入面咧，我發現原來南螳螂咧就係正正有呢一種氣功啊！南螳螂着重个易同个细，模仿螳螂猎食嘅时间嘅速劲同埋个爆炸力，多短手少长打，一步多走，每个手法清晰、短速有力。用个身打搏打呢边我，喂，睇个准，睇个目标。我哋玩嘅时间，当佢一嚟嘅时间，佢个目标我睇住个位置。我的頭怎樣喐都好，我隻眼，我的頭怎樣喐都好，都係冇嗰個目標位。師傅快得嚟咧，係好大力嘅，其實真係。同埋咧，佢任何嘅動作手法咧，都可以有一道速勁喺入邊嘅，即係唔單止扯你埋嚟呢一下有個速勁，甚至乎佢咁樣擋一下都有個速勁，一擋可能我嗰個人隻手會咁樣彈開咗。其中一種練速勁的方法就是碌橋。落，去，去，去度小心，小心，誒，去度手指，去，係咪 ？OK 啊，嚟睇落去都好噶啦，你開始玩，係咪啊？係。嗱，固定呢度，上，呢度，上，上，上。師傅成日都講話烧肌背，原來係將背脊嘅肌肉咧。完全擴張，擴張到去到條腰嘅部位都擴張，前面就有咁凹，得咁凹，個人咧就要向下沉，跟住腳就要鎖緊，咁成個人嘅肢體個架咧係真係穩陣咗好多喎。呢一班師兄咧，全部都係用咗呢一個概念去鞏固自己嘅身體，所以其實挫佢埋嚟咧，我發覺咧係好困難，就算我挫到佢埋嚟啦。推開佢咧都好難推開佢，即有幾下，甚至乎我推開佢之後咧，佢冇喐到咯，但係我就大後咗咯。呢一種咁樣嘅肌肉嘅運用咧，我都係即第一次去即領會得到咯，好正我覺得。一年一次清明帶班徒弟嚟，嚟拜我師公、師婆同我師叔同師嬸。主要就是等啲學佛徒弟知道下啦，我哋中華都習俗啦，點樣尊師重道啦。我中華都有句啦，一日為師，終身為父。我教啲外國徒弟都咁諗噶啦，都係咁思想噶啦。兩位師傅嘅師公劉成初，又名劉水，就係佢喺清末年間將南螳螂拳從惠陽帶到嚟香港。葉志強師傅嘅父親葉瑞。得恩师流水倾囊相授，尽得其真传。叶师傅在外国教拳，难得带徒弟回嚟祭祖 ，Wilson 就找紧一个机会请掌门赐教。嚟自匈牙利习南螳螂拳已经有6年的师兄，就率先同 Wilson 试手。
有啲緊張，但係又有啲興奮。哇！即係佢都高頭大馬過我好多，同埋我知道南螳螂拳咧，其實嗰個力咧係好猛嘅，其實都唔會收得到。咁其實都驚㗎。Wilson 大戰在即，那邊雙另外兩位武者阿 Ken 同李家亦準備就水啟程上山東，開展北螳螂武學之行。下一節功夫傳奇。